爱吃海鲜的人一定不可以错过这一家位于 Monrovia 的 Big Shen， 这里的海鲜非常的新鲜。我们今天特别请到老板 Robert 来替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这边非常著名的餐点。我的合伙人他第一主要他自己是进口海鲜的，所以对 sourcing 这个方面我们都很熟。像今天我们这个干贝，这个是从来没有动过的干贝。那他这个干贝的特色是今天在加拿大的人海抓到的时候，当天就会船就会回来，然后就货就会送到那个我们这边，那隔天我们就拿到，那从来没有冷冻过的。那这个干贝的话，我们用的他们所叫的 U8 scallop， 就是八颗就是一磅了，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那这虾也是我们用的那个 size 是13到15，也是意思就是说13到15只虾是一磅的，所以这也是很大的虾。那我们餐点里面还有配一些小菜料的，所以这是一个主餐。我们 burrito 里面有放一些饭，然后一些青菜，然后这个烤鱼的话是用一只整个烤鱼下去做的，所以这个材料是一个整个烤鱼。那在我们 lunch special 里面 ，burrito 跟这个 taco。这个 taco 我们有一个是 firecracker shrimp， 这是我们新出来的一个东西，这个酱料，然后这是我们的 fish fried fish taco， 那这些东西都是有配一个 side， 所以你可以任何选那个 chips 啊，或是像薯条啊，或是 coleslaw mashed potato， 这些都可以任你选的。在我们 lunch special 这两个东西都还有附一个饮料。那你们这边有个非常特别的weekly special， 可不可以请帮我们介绍一下？对，你今天如果先走进来我们餐厅，你可以看到一个 board 是介绍我们每一个礼拜会有一个不同的新鲜的鱼。那这个礼拜我们是用 Idaho Trout， 可是我们还会有 Tuna， 还会有 Mahi Mahi， 这些都新鲜的，还有 Ono。 所以每个礼拜我们大概会有差不多7种不一样的鱼，每个礼拜会换掉。那每天进来我们也会 run 一些 special， 像我们今天 Orange Ruffy 的鱼是有打折的，所以你进来的话你可以看说我们现在有什么打折的东西。那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什么汤，我们最主要汤就是每天都会有clam chowder， 那也有 lobster bisque， 那每个礼拜我会加一个叫做 shrimp and corn chowder 的汤。 Big Shen 的老板强调，这里的海鲜不但分量实在，而且还都是生鱼片的等级。开放式的厨房也可以看到了里面的干净卫生，让每位来吃的顾客可以吃得新鲜、吃得高级、吃得健康以及吃得安心。中望电视王三明、于正仪在 Monrovia 的采访报道。